什么要怀疑我？一个不小心眼神的交错，被当作乱放电的诱惑。我双鱼，为什么天蝎要恨我？难道都是我的错？我该生气还难过，一杯杯当作证据的红酒，换来的咒骂喋喋不休。你妈的还不够吗？我要飞走，我要自由，我要用最温柔的复仇，让你一无所有，让你再说我的时候很有理却会心痛。我要飞走，我要自由，我要用最温柔的星球，让你一无所有，让你在说谎的时候想到我，会很心痛。大家好，我是 Carol。我们今天要教的歌曲是杨乃文的《证据》，那同样的有另外一首歌叫《烟火》，都是这个和弦，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学习。好，那它的和弦有十个，第一个是 C 和弦，再来是 C major 7，然后 C 7 F。是 F mi， 然后 E mi， A mi， D mi， 然后再回到 F mi， 然后 G， 对，有这十个和弦进行，然后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下一下就好。大概就是这样子弹就好。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为什么要怀疑我？一个不小心眼神的交错，被当作乱放电的诱惑。我双鱼，为什么天蝎要和？然后再回到 C。这首歌很简单，这个和弦进行也很常用，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练习。